海贼王，同样是对付 Gin， 山只能挡住几招，索隆被一脚踹飞。这一期的海贼王漫画涉及到太多的内容了，有很多的细节都值得大家去挖掘，特别是关于艾斯当年来和之国，他为什么说要取凯多的人头，仅仅是因为看到和之国民不聊生。还是跟小玉有约定，如果跟小玉有约定的话，那么小玉一定会上船的。而另一方面则是说到了 Gin 和马尔科以及索隆的事情，马尔科也回忆起了艾斯，大概是因为马尔科跟艾斯说起了当年和之国的遭遇吧。可现在问题来了，马尔科想要带索隆飞上楼顶，却被 Gin 给拦截下来了，下面一起来分析一下吧。零幺索隆马尔科被 Gin 一脚踹飞。当马尔科想要带住索隆飞上楼顶的时候，这时候的 Gin 就出现了，直接就是一脚踹飞了马尔科，然后两人都掉落在地上了，这就非常尴尬了。我只能说 Gin 太牛了。因为之前 Gin 就是这样把大妈的团队给踹飞了，现在又给了索隆他们一脚，足以看出 Gin 的实力，不是开玩笑。我甚至有点怀疑索隆他们打不赢 Gin 了，估计索隆这波要戴上绿色的头巾了。那么现在可以确认的是，索隆和马尔科要对付 Gin 了，或者马尔科自告奋勇自己对付 Gin。 但 Gin 身边还有奎因，他们现在应该没办法上去顶楼了，只能靠路飞自己了。索隆很难跟 Gin 打，索隆都不会飞，除非索隆也学会了跃步，否则索隆打 Gin 是有点吃力了，交给马尔科应该是最稳妥了。而现在最大的问题来了，同样都是对付 Gin， 索隆被踹飞，山治之前还能打几个回合呀，这就显示了两人之间的实力没有很大的差距吧。零二山治对 Gin 有回合，之前很多人都说山治的实力很弱，把索隆描述得很强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，但是从目前来分析，两人的差距不是很大。山治那会是因为要赢就逃之助，他没有多想。都是直接挡住 Gin 的技能，避免他伤害了逃之助，所以给大家造成了一种错觉，山治不是 Gin 的对手，只能挨打。但有没有细看，山治是营救了两个人，结果山治的实力被黑惨了。现在索隆和山治两人的实力应该是平等，而不是说谁比较厉害，因为山治有战斗服平衡了战力，索隆也有炎魔明刀在手，况且两人都还没展示最终的实力，最后也有可能会联手击败敌人。我不是山吹也是索吹，只是根据事实来分析，你觉得呢？你喜欢这个视频吗？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，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，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，订阅我。再见。